嗨，可以给你拍个照片吗？啊，一分钟就好了。怎么拍？就在这里，就在这里，可以吗？就街拍。你就站这里吧，站这里。打个招呼。你就站这里吧，对，看我镜头，然后你身体侧45度，哪边脸好看一点都行吧，哪边这边，那往那边，往另外一边，对对对，好，身体往那边，那边侧，对，看我镜头，看我镜头，对对对对对，笑一下吧，太严肃了，来，全身的不要动啊，不要动。OK， 我可以把你照片发到我的社交媒体吗？可以啊。好，耽误你时间了。你是什么社交账 ？YouTube。对。好，谢谢，拜拜，谢谢，拜拜。你可以让我看一眼吗？什么账号吗？对，然后我的照片也让我看一眼。好的，好的。账号是啊，你就这专门街拍是吗？对。这个。哦。然后是这样子的。这样子的。挺好的。照片是。一般如果不好看的话，我就不发了。可以，挺不错的。好的，好的，耽误你时间了，拜拜。谢谢。